一条红色 low battery。拖板啊、欸！啊，完蛋了！两个都拖。那多远？多远？我大概知道。只是好冰哦、喔。你怎么了？我没有看到你怎么还在慢慢练习我的点上。哦，那要去帮你擦板子吗？不用哦、喔。我大概知道在哪。我要去帮你找吗？我来找就好了。只是觉得。手套进去的地方好冰，而且我两只脚同时这样一起拖板，两只脚一起拖，抽筋，你知道吗？小腿抽筋，然后抽筋就好痛哦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嘿，秀。没有、啊，大概快了啦，快了，我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对啊，找到了。哪有日本的？啊，是哦。多远拖的、啊？哎，我看，哦，在这。没有啊，在这里一个。哪里？哎小。没有平衡好，对啊。啊？对啊。好，第二根。找到了。哎呀。放在一起。一起的。真的、啊，就一起拖，然后两只脚一起抽筋，拖的那一瞬间要用力一下，然后就两只脚一起抽筋。所以我发气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们小腿抽筋好痛啊！而且发气不动，其实满脸都是血，不然我也不动的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觉得我的小腿啊好痛哦、啊，这样。过来的，可以了。脸上都是。没关系，这不用。这个你不就会进去。不会进去了，好。你看那么深。然后你那个给我画一下，你那个歪头歪身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管了不管了。流血呢。没关系啦。好笑。回头、哦。啊是哦。哎、欸，行，好了，受不了。哪有？我是那时候觉得哇，小腿很痛，受不了的。
不是，因为这个地方跟那个上次跑就觉得有那种感觉，就是不够进去，然后左脚低右脚高，然后我就很想说这样子带不进去，我要用力拐进去，进不去。还要他讲，那边比较骚。英雄，哎，切出去了，
上次花了多久？我都花了五分钟爬出来。又行。因为是两脚同时偷板，就是突然间一下，然后就是陷下去。对啊。不是，我知道怎么拖板，我知道发生什么事都会找得到，而且那个轨迹就是我的。都不知道找多远。嗯，有啊，轨迹到那，接着轨迹到某个地方，然后前面没有东西，那板子一定就拖在那，因为等于是从上空飞过来的。对。走进去脱鞋子拿房间，对，脱完鞋子也就三点整。这样就好玩了。对啊，今天的呆很好玩，你也玩到了。重点是这么多的鞋，所以可以玩很多次。你说你滑到别人的轨迹啊？你要是没滑到别人的轨迹，那个很用力的时候会陷很深。都是树叶，树叶假装是草。不会啊，不会啊，够了，因为怎么滑都是这样。我好像还到不了，这种走的就算了。我就想说，还是要再滑一次一号，然后就要离口比较近，那走第一号就累死。对啊，不要。你是说去那边，去那边待哦，也不行啊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啊，全身附进去了。结局今日还是两个小腿一起抄筋。为什么？你有拖多用力？也不是用力，应该是那一瞬间的话，脚不知道做了什么姿势。我的双脚抬起来了。不会倒，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哇，超紧的啦，而且我问你瞬间死掉了，哪有那么夸张？怎么了？突然爆，然后又紧张一下。这个下去会很压力吗？不会，这个下去。一样在那里冲，对，没有，而且冲力没有比较好，就是那下载也没那么好，不如再玩。不过我认为右边那一个超缓的坡啊，可能那个超缓的坡啊，可能教练用来教学生一次就用完了。因为很长，他可以教学生一整个课就滑了那么一次这样。
去。小关啊。哎呀。可以啊，我现在觉得最后一道好像是啊，看到哎。
下去的话，见唔到你大板又要攞。